一小的时候就喜欢骑自行车，骑了有50年吧，那个年代就是，没有别的玩的，就个自行车，家里有辆自行车，完了之后呢，拿它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。这个可以，这个都是飘的。别人在学习考大学的时候我在玩车，别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还在玩车，别人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参加工作，别人搁那就是结婚生子我还在玩车，就是特别热爱，特别热爱，但也吃了很多苦，为此缝过针，住过院，拄过拐，内伤外伤都有。我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所以说那个这个表演谁看了他都喜欢，让你看的就是紧张刺激，经历这心跳加快。那是双脚板车吧。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有中国特色的，体现中国国情的，挑战自我、超越极限的这项运动啊！而且现在已经非常成熟。我希望有一天呢，去俄罗斯表演，为咱们俄罗斯的朋友展示我们自行车王国的这个车技风采，哎，让你们了解更多这个有关中国自行车文化的这个内涵。哎。